五一的冬节特别来临，中华县政府特别提前举办一三年度模范乐工表扬大会，全县有403位的乐工得到这项荣耀，其中也包括高龄的劳动人口也来得到表扬，佫较有73岁的乐工朋友，伫同一间公司服务了45年。庆祝劳动节，县府公开表扬县内403位模范劳工，肯定因伫个劳动市场的付出。今年模范劳工当中，有真侪位已经超过65岁的退休年纪，却有完坚守岗位的劳工朋友得到这项荣誉。我得到模范劳工吼，心情真欢喜，很高兴啦。但是有时候也觉得受之有愧啦，因为年纪大的工作什么都。比年轻人还是差一点啊。很高兴医院就是不嫌弃我们这个退休人员就再回来啊，从事护理工作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啊，因为疫情的时候有很多人流动力很高，所以又回来帮忙。馆长王惠美表示，每一位模范劳工朋友都有杰出的表现，感谢每一位坚守岗位、辛苦工作的劳工朋友，做伙拼经济，让中华更加好、更加进步。咱64万的这个劳工朋友，平素时伫工作上面，大家用心努力，才让咱中华经济在台湾被看得见。在这边再次的利用机会，感谢所有劳工。那彰化县政府也责无旁贷，如何让劳工朋友有更好的一个收入哦？那我们除了平时的职训以外，那也有这个6大场次的大型的这个我们的找工作，还有200多场次的小型的这个媒合哦。那再就是希望企业找到好劳工，我们劳工朋友能够找到优质的企业。管护乐工处基础，管护是乐工朋友上好靠山，除了提供一份课程，辅导学员处理证照。目前彰化县有64万名劳工，劳工朋友贡献家己的智慧，用双手创造经济繁荣。大中华新闻丁尚辉台采访报道。